对谈握手寒暄，亲好，拜托拜托，你皮肤就素颜嘞。到了下一摊，双手比出爱心，拜托拜托，掌过来掌过来，爱你哦，谢谢。他是方欣蕙，另一个身份就是民进党台中第五选区立委候选人庄敬骋的妻子。方欣蕙当起丈夫分身，熟门熟路前进传统市场拜票。那我是庄敬骋的扛去，我特别请假，然后要来补选北区、北屯区大街小巷，我都要走遍。夫妻俩一前一后，不放过任何一次握手的机会，市场拜票也上演好久不见的情节。姐姐好久不见，对啊，国民党台中第五选区立委候选人黄建豪与妻子叶季青联袂合体现身台中水南市场，地毯式扫街，走过路过恳请支持。我们平常像水南市场，其实是他第一次选举中我们一起扫的一个市场，所以这是对于我们一个蛮重要的象征。这场选战的主角则是为了辩论话题隔空喊话。我预知道他今天可能不敢出来，但是我们还是把我们这个整个流程做好，把这个民主擂台办好。他一开始就根本没勾，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要花一次的时间再去把这个宝贵的黄金周的时间花在他的身上。蓝绿候选人在选前黄金超级星期六不约而同开启陆战模式冲刺，同时打出夫人牌贴近选民寻求支持。三立新闻王子宇、张俊东台中采访报道。